手表一直哒哒响，滴哒哒响。时间还有一分半，小心背叛。直升机的螺旋桨，靠近的声响。手表一直哒哒响，滴哒哒响。子弹没了一大半，小心死亡。撤退的一刹那，背后的那一枪，人心的猖狂。欢迎收看尼亚斯的游戏实况，我是尼亚斯。今天我们要实况的是《汤姆克兰西全境封锁》。然后，据我了解，好像有个观众在前面好几集之前跟我说什么有奖励箱，有什么东东啊，所以我们去看一下好了。而且我刚刚登录的时候啊，那个也有那个通知跟我讲说什么，你那个。为了补偿玩家连线不稳啊，还是什么东西，所以在奖励箱有送东西，所以我们去确认一下。然后等一下，我现在先调一下我的录影软体试充一下。好 ，OK， 好，调好了。因为我想稍微看一下那个它的详细资料啦，刚刚我是把它挪到比较近的地方，是这个吗？那有人跟我说有资源是不是？哦，这个是不是？哦，它有三种。不对啊，这是什么东西？波点数，这个点数可以干嘛？卖出跟这个东西不是每次都一样吗？我每次拿都一样啊，还有人叫我一直拿，我是不懂这个好像没什么用。我再看一次好了，对啊，没有东西啊，他每次东西都差不多呢。叫我领这个要做什么？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箱子，特殊弹药。哦，这边有特殊弹药库，然后靶场哦。有人跟我说这边有靶场啦，可以练习开枪，而且这边有弹药箱，来试试看啊。有了，看一下啊。等，不要紧，开始了 ，Go， 靶场，玩一下靶场。还有吗？还有。我应该不用瞄啦，差不多，因为我这是步枪 ，get over 十分。等一下，我先在里面装一下子弹，我拿狙击枪这一次，哪里啊？OK， 有点不太准。装子弹不行不行，装子弹。一样是十分呢，还蛮有趣的。大家如果有玩这款游戏的话，可以来靶场练练枪法。这是一个观众跟我讲，不过那个观众有一个行为我蛮讨厌，他一直洗留言啊，不是同一个留言，他是留好几个留言分开留，然后就导致说整片都是他的留言，超烦的。然后我叫他不要这样子，他完全不理我，他还继续留，所以就蛮困扰。然后我们去一下那个衣服的那个人。为什么？等一下，我发现好像突然会lag，这怎么搞？看一下，应该照理讲不会lag啊。我看一下我是设定上出现什么差错了吗？因为我记得我已经设定完了。好像没有啊。对啊，等一下我检查一下。对啊。这跟之前录影的配备差不多啊，奇怪，算了，不管它了，应该不重要。这边的喷漆一样啊。那现在我21等嘛，我还缺一等才能去解下一个主线任务，我记得是这个吧？对，这个要22等，所以在这之前我们要解一些那个支线任务吧。4000多的经验，面具设计图。4000多的经验，军规 N60，我想拿一下这个设计图，看起来应该不错。哇，怎么这么多那个？这我都没有去拿啦，算了，不管它了。我们先去解这个隔壁这个东西，解完它之后，然后再跑到别的地方啊。顺便看一下这边的看板跟情况，有没有其他的那个支线任务。我们这一集主要就是要解到22等，然后下一集再去解下一个主线任务，这样子，这样会比较快，这样会比较打得比较轻松。之前前面几集我有看到有人建议我去看什么攻略哦，其实不用啊。根本不用看攻略，这种游戏不用看攻略，就是打打打打打，躲躲躲躲躲而已啊，不用看攻略的，完全不用。拜托，这种游戏
目前这些主线任务都要看攻略的话，那可能一辈子玩任何游戏都要看攻略了吧？我是觉得尽量靠自己啦，因为毕竟这种就是，这好像没有，然后只有这边有，没有了，支线任务完成，这也有啊，这样就可以了，就跟他讲个话就可以了，这样。好，我看一下，附近有支线任务吗？附近也没有支线任务啊，你怎么搞的？好吧，算了，那么，哇，我看一下这个是什么？面具，这个嘞，只有1600，那这边呢？我看一下，13000背包，好啊，姐，这附近的好了，我们先去这里，等于是跑来跑去啦。我刚刚讲到一半，像这种枪战加 RPG 的游戏，其实就是等级而已嘛，因为它有加上 RPG 的嘛。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一个20等的角色去打一个30等的 BOSS，一定打起来很吃力，对不对？那这个游戏也是一样，你不能跳等去打它的主线任务，打起来就会很吃力。那如果你等级超过主线任务的话，打起来就会很轻松。像我前面这一集的前面一两集都已经示范过了嘛，就是等级刚刚好，比如说22等的，我22等去打，刚刚好，不会太难，也不会太简单，就难度还 OK。但是如果我是20等去打22等的，就非常难，你懂我意思吧？差一等其实有时候就差很多了。所以这款游戏啊，就是建议大家，就是你可以多解支线就多解支线，解遭遇就解遭遇，这样才不会导致你就是打不过啦。个人是这样建议，就不用去看什么攻略了。其实，除非什么间谍啊，有人快要研发出解药了。威西克斯，然后扫描一下。我顺便改一下我的能力好了，因为又有改造的东西可以用。等一下，我看一下，我现在的能力是什么？这是什么？治疗，受影响池外治疗。这个是8000多还是用这个好了？啊，这边嘞，我们的部分，哦，这还好了。OK，还是用这个好吧？好吧，往哪边啊？这里吗？为什么这个偏偏在这边？为什么要叫我往后面的方向走啊？这里走不到吗？感觉这走这边比较近啊，比如这个导航有点问题，叫我绕远路，就像 Google 地图一样。Google 地图啊，像因为我现在已经出社会了嘛，所以我有时候出门我会骑摩托车啊，有时候去一个新的地方就要 Google 地图嘛，有时候 Google 地图会故意就是那个地图会导航你绕远路这样，然后我就会，我看一下这个 Echo 吧。OK，找寻人哦，我要找那个什么什么人，就是那个也好像是研发出解药的人吧？是谁啊？不是这个。Honey, listen to me. I don't care what the Andersons told you. Watch it, asshole. No, not you. Just get the kids packed and don't forget Melissa's medicine. 消 We're 防 getting 员。out of the city. 对，我再继续找一下，反正就是要找到那个好像研发解药的人吧？不是这个。OK，这个是警卫。Sorry, sir, but I'm gonna have to ask you to move. We're just trying to dry off. Give us a break. Okay, I'm sorry, but you'll have to take your things and vacate the area. This is private property, and you're obstructing Ain't no traffic here, man. Come on. 那这个是谁？死亡。哦，好。这边呢？不知道。这个吗？是这个吗？这看起来偷偷摸摸的。They're not monsters, Mr. Velassi. 好像 I'm going 是 to 哦，try and 失 persuade them 踪。again. Judy, this is a story whether you persuade them or 我要 not. 找这个朱棣。Listen, you don't have to go on the air with this, but if you 啊，can 那 at least get me some kind 这个 of 谁？proof. 看不到，布莱恩。I need to 啊，go. 算了，不重 I'll 要。call you back. 我们现在想办法上楼，这要怎么上楼啊？走这边啊，我这边再扫描一下好了。这个要有入口吗？这里吗？有敌人。等一下，这个要怎么进去？它好像就是在楼上嘛。
但是算了，我往这边走看看啊，还是右边啊？右边这一栋应该可以连接啊。你看这边有一个桥，有没有？我们应该可以从这边上去，然后连接过去。我猜应该可以啦。欸 ，CPU 使用过高欸，怎么回事？今天不知道是欸，汤姆克兰西最近也没有更新啊，为什么会突然变累？奇怪啊！如果累个还请见谅，我已经把我的这台电脑就是给它撑到最高了。等一下，我还是再看一下好了，看一下到底出什么问题。对啊，没有问题啊，为什么它会频频累个，频频累个？算了，我用走的好了，应该是走这边啦。它应该会有一个桥在右边，这边。啊，对了，找到了，找到了，太棒了，走吧，再扫描一下。搜索附近区域 ，Echo 吗？监测资料，重置完成。我不喜欢一直看 Echo。乔特纳加里斯 ，blah blah blah， 不认识，不是我要找的。啊，先收集好了。OK。这个谁？尸体保存在通道工程，为什么连尸体都记载得清清楚楚啊？这是怎么搞的？ Readings indicate an echo nearby. 搜索附近区域，有什么东西可以搜索？这里吗？会有个什么可以收垃圾桶的意思吗？没东西给我收啊，他是叫我收哪里？然后我再看一次，对，他叫我搜右前方，他叫我搜这里。Active echo beacon detected。没有东西给我搜啊，这个任务是怎么回事？等一下，这里吗？不对啊，这里吗？不对啊，我跑远一点看看，这里吗？这也没有东西可以收啊！如果有收的，有东西可以收，它会亮啊，它会闪，它会一直闪。可是我没有看到东西可以收啊，奇怪。算了，我再用一次 echo 好了，应该是这附近。调查哎、欸、哦，要调查啦！刚刚是这边的人，我还没有调查过，顺便调查一下。哦，对，就是他，朱棣，尚未曝光的研究资料。Hang on. I thought of taking the day off and calling in sick. Mr. Velassi, I meant it. I'm not talking until I give them another chance to do the right thing. And I hope you convince them. But if you don't, I'll be waiting outside to get you out. I'm live on the air at 7. Judy, they want you in the boardroom. 没了吗？就这样吗？然后应该是没了。然后嘞？这谁？马丁爱喝咖啡，为什么连爱喝咖啡的也要告诉我？这不是重点吧？好奇怪哦，这个玩意。好，我们先走出去。应该该调查的调查完了吧？不会又要叫一下我调查什么吧？搜索区域哪里啊？这里吗？搜索附近区域，又是 Echo， 不会吧？这个整集都要再看 Echo 是不是？给我打点坏人嘛？看一下啊、哦。启动，这个是朱棣，他在逃跑。Judy, where are you going? You know, some more manpower and resources. 就能做出解药。Guess I thought that maybe, just maybe. 人性摆在最优先。Security, Matthew, Miss Walters is coming down. Could you detain her, please? Judy, okay.所以说这个朱棣已经快研发出解药了，可是可能这个公司觉得啊，研发出解药直接提供给大家反而赚不到钱。你看啊，这个就是现在商人，很多商人都是这样子，当然不是全部啦，但是很多商人其实都会以他的个人利益为优先。然后比如说我直接举台湾的例子好了，其实台湾有很多企业都是以自身利益为优先，然后结果导致台湾的经济越来越烂，可是他们手上的钱越来越多。有时候经济败坏、经济烂的原因就是在出在这里，财团啊什么东西的。其实你看新闻，有时候新闻讲的是对的，有时候是错的，不一定要全部听信。
你要自己去查资料。至于有哪些财团，我也是不知道，但是有听闻，然后也有稍微看了一些实际案例，那我也忘记是哪一些了啦。那有，比如说之前那个什么油有没有地沟油啊？那个对啊，那个也是有没有以自身利益，然后卖毒害台湾人的那个油，然后还而且还卖的比较贵还是比较便宜，我忘记了。这也是有时候会影响到经济的部分，所以说大家以后如果你想要当商人卖食品啊，不管你卖什么，我觉得最讲究的就是诚信跟健康还有安全。你最起码你想赚钱可以吗？但是你要想，今天你卖的东西你自己敢不敢吃，你自己敢不敢用，这就是重点。如果你敢用，你敢吃，你又爱用爱吃，没有关系，那你就卖给别人，如果你自己都在吃的话，对不对？ OK，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跑出去吗？看一下，这是要下楼的意思吗？还是左边？看一下，不是，这门有开啊，应该是往这边啦，对吧？对对对，下楼下楼，其实这边小跑步一下，可以打敌人了吧？拜托，我想打一下敌人啊，这一集全部都在看这个 Echo， 会疯掉。Echo available for playback nearby。还有 Echo， 我只看最后一个了，再出现一个我会疯掉。来吧，朱棣。Miss Walters, I need you to wait. Go with me. 怎么了？这是干嘛？胡椒喷雾？这人是谁啊？就是我是想看这个人啊，我看不到这个人是谁耶。我只知道他喷一个人，然后那个人好像想要抓住他吧。哎呀，这个保全名字找不到，那这边呢？没有名字，没有名字，没有名字。上面还有人呢，我上去看一下这些人是谁好了。调查，保全警卫。发生什么事了？然后呢？没了，就这样，好吧，你不懂，只知道这个朱棣被那个攻击了，这样，打开门吧。好了，不要再让我看 Echo 了，拜托，我不要再看 Echo 了，不要。为什么？各位观众，你看到了这个 Echo 真的很烦。我也想把它跳过，但是有时候剧情就会不了解啊。看一下现在是干嘛？啊，我顺便收集一下。OK。这个是麦克死亡威西克斯员工，这边有没有一些关键人物？好像这边都不重要。然后这边是军人嘛？这边有，这是谁啊？瓦雷西。研究资料。朱棣被撞死了。这整件事情都是一个阴谋。朱棣他研发出，等一下，好吵，完成了。也就是说，朱棣研发出这个解药，结果因为，这边怎么会有一个人？你有没有听到啊？他这样跟我讲，我有听到。被我吓到，你被我吓到，吓什么吓？我都没有攻击你，你就开始吓。就是朱棣在研发出解药嘛，那可是公司不愿意拿去救人，可能要拿去卖吧。然后朱棣就一谋，就是跟公司意见不合的，他就想要出去自己去做研究，自己去弄解药给救这个城市的人。可是他一下来，那个公司的人就叫警卫拦住他，后来他又被人抓住，他用那个什么胡椒喷气啊，还是辣椒喷漆去喷人，然后就跑出来，结果就被撞死了。那我猜这个开车的人应该跟这个公司的人有那个预谋，是杀害或是阻止这个朱棣的，让这个朱棣不会把那个资料泄露出去。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啦。然后这个任务解好久。We've got some more reports that Rikers are holding some people. Please be careful, though. Look, if you need anything, you just let me know personally. It would be an honor and a privilege.
And if you know anywhere where I could get an awesome watch like that, please let me know. 我们终于有一个是打坏人的任务了，太好了！我好久没有实战了，我已经有几天没有玩那个《汤姆克兰西全境封锁》了啊，最近在忙。哎呦，这怎么了 ？Move up， 然后哇哇，世界末日了是不是？外星人来了，整个地球都毁了这样，所以旁边会有那个尖尖刺刺黑黑的。哎，你看你看，外星人入侵了，救援任务，救援任务要救，不是村民啊，平民，一直把这个当那个以前年代的 RPG 玩。现在来，你们是要安装炸弹是不是？为什么安装炸弹还要从右边走到左边？哦哦哦哦哦，是我要去按了啊！对不起，对不起，哦，我的错。来吧。OK， 你看这是等级上的差距啊，等级高，哇哇哇哇，等级这么高了，还会出现这种东西？这个我不骗人啊，这个是我游戏中的画面，不是你们录影才会出现的画面哦。是我游戏中本身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不是录影问题，这我没办法解决。这边还有两个人，这边还有一个人，哇！再这样下去我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还有两个，我现在等级够高，武器威力够强，所以其实对我来说他们比较好打。楼上人。死了，还有啊，好多、哦，哇，闪电枪，狙击枪，还有一只，他要下来了，我过去杀他好了，死了，不是我变强了啦，这个不是我变强，这个是等级高了，所以威力比较强，这跟我。这跟我的技术没有关系啊，这我要沉浸一点。哦，哎，这又是怎么样？哎，大哥，我这样要怎么杀啦？我胡乱开枪是不是？我什么都看不到啊，大哥，这是怎么搞的啦？喂，大哥，哎，手榴弹。OK， 解决。哎，不要这样好不好？哎，游戏公司，你这怎么搞的啦？你这样对吗？啊，哎呦，补给点哎，这样感觉有点像半个主线任务。然后这个真的很讨厌哎，会不会把它修正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不要吓我吧。然后嘞，好，解完了。哇，好快啊！我们再解一个任务吧，因为现在才21%/60%而已。开了，耶！然后这边好像有东西，拿一下。然后有人建议我多用什么饮料啊？就是按那个，我忘记是按什么了，好像是按 G 吧，还是按 R 啊？不对，不是按 R， 还是按 Q？ 不对，不是 Q，G 吗？不对 ，F 不对 ，X 不对，哇，不，绝对不是 X。然后这个东西到底要调什么时候？我猜应该是我想一下，那个 T 吗？不对啊，不对 ，V 啊 V 啦，这边都是那个食物的部分，你吃了它就会有一些特殊的状态。不过我觉得影响不会很大，所以都不用。好，我们再去解一个任务吧，就最后一个了。这个经验才5000多、哦，我现在剩多少经验？我看一下哪一个会比较快速升等，然后快速升等的部分。不是这个，应该道具栏吧？哎，不对，哪里才可以看到我经验啊？情报吗？队伍管理吗？能力吗？不对，情报不对啊！啊，应该是这里啦。角色，我看一下啊、哦，我现在缺6万2、6万7万多的经验，所以我们先这一集跟下一集可能都要解支线任务。我看一下哪里的经验比较多。11000多，11000，这边的支线会不会比较高一点啊？四万二，四万二，
四万啊！我们来这边，这边经验比较多。三个，一个四万二嘛，我们算四万好了，四万乘以三，12万，12万应该够吧？哎，不对，不够哦。哎，够吗？我现在是缺40万还是四万啊？应该是四万吧，所以我解一个任务应该就解完了。你要试试看呐、啊。嗯嗯。等吧。然后最近呢，我有一个新系列啊，叫做那个《方舟生存进化》。其实，我顺便的，哎，对啊，我上一集应该讲过了。其实我蛮感谢白龙推荐我这个游戏的，毕竟他是本人是不能玩的，他电脑配备不足，就是他显示卡是只能拿来画图用的，没有升级到就是可以，玩游戏的啦，玩这么就是画质这么高的，像《汤姆克莱西全境封锁》，他可能也没办法玩。那我是有特地去升级显示卡，显示卡一个很贵哦，5000-6000吧，像我这个显示卡5000左右，还是快6000，我也忘记了，对。所以五六千这个小朋友可能不了解，我先稍微讲一下好了。五六千是工作多久的薪水？好了，五六千的薪水大概是工作将近半个月的薪水。半个月是几天？15天，2个礼拜。你想看哦，你2个礼拜，几乎一个礼拜只能放假一天嘛，然后2个礼拜就是几天？2、6、12，12天上班哦，上班。哎，不对，应该要15天才对，还是14天？14天，然后每天上班8个小时。中间可能会有1个小时吃饭休息，累不累？累嘛。那你们如果上课，哎，上完课下课就回来了，或者是你们补习嘛？可是上课也只是坐着，你只要……这又是修天线了，这个就不用看了，停止通讯嘛。你想想看哦，你们就只需要坐在位置上，然后上课，然后哎，该抄笔记抄笔记，不想抄笔记也没关系，然后我要帮助他吗？帮助一下好了。你会给我东西吗？哦，他没有东西给我。好，算了，没关系。然后抄该抄笔记的抄笔记，听课的听课嘛。然后要不就是边写功课边上课嘛，就这样而已。你只要手动就好。一般的课程啊，如果体育课那不用说嘛，体育课就是跑跑跑，或是运动嘛。那我看一下前面那是敌人嘛？哦，不是，军人。然后你只要动手就好。也许你会觉得累。但是比起上课来讲，工作更累。比如说，我们今天是做饮料店好了，其实人家客人一上门，我们就要开始点餐，不是点餐啊，点饮料。来，我先杀这边的人，丢个手榴弹好了，那比较快一点。还有吗？我记得好像还有一只。哎，没了吗？全死了。嘿，这次运气还不错嘛。有了，我们快到了。先跑过去啊！就是饮料店的部分，人家一上门，比如说他有时候会觉得说，哎，比如说一家店一起来我们的饮料店买饮料啊，比如说一整个公司都要喝饮料，可能他公司有假设20个人好了啦，一次点20杯饮料好了，你想想看，而且每一杯饮料可能他要点红茶，要点绿茶，要点奶茶。然后红茶要加糖，绿茶奶茶不要加糖，另外一杯红茶又要半糖啊，另外一杯红茶要无糖，然后再另外一杯红茶可能要少冰，然后少冰少糖，半糖少冰，对不对？各种的条件，各种的调配的那个，所以又要记，然后又要边做，通常没有人在纸上写起来的啦，所以都是要用头脑记。你觉得哪一个比较累？当然是上课，当然是工作比较累啊，讲错了，当然是工作比较累啊，因为你又要记，然后你又要进到什么上去，然后不对，这进不去，又要记，然后你又要动手做这样，而且20杯饮料，多累啊，然后是要站着哦，不是给你坐着哦，上班其实像上这种班都是，啊，在这里是不是？不对啊，我的任务不在这里啊，这是什么任务？我看一下，这是遭遇任务，经验少的可怜，不要啦，我只要解这个任务就好，所以我不理他。然后我们是要上去，这到底要怎么上去？我找不到路欸，其实我真的找不到路。看一下啊，
要把这个垂降下来，但是我没有垂降下来的话，有门吗？这门他不给我进去啊，那我要怎么上去？啊，这里吗？眼馋了，眼馋了，先上去吧。哎，这边被挡住了，要走这边。来吧，我有点累个累个，开始累个嘞，为什么？来，我等他一下。你听到那个直升机的声音，好奇怪啊！哎，为什么会一直累个？好，哎，啊，走这边，啊，这里，这里，这里。啊，好像敌人过多就会累个哦。然后我现在录30分钟，哎，又开始累个了，这是怎么回事？等一下，我看一下有没有办法再把显示设定再调得更低啦，影像的部分，给大家全部低低低低到不行这样。中等材质，这已经最低了。这也，哎，对啊，我全部几乎都最低了，这样还不行吗？好像还是有点困难，算了，就忍耐一下吧。我们先上去了，跑一下，跑一下，跑一下。这边可能会卡一下，因为我们要赶时间，我们要进去还剩一分多钟啊，要赶时间去拆那个东西，或是按什么东西之类的。这里吗？不对，不是右边，好、啊、是这里吧？对对对，这里这里，在楼上，楼上要怎么上啊？爬梯。好，顺便垂降一下这个东西好了。绳索，等下可以跑。这边也垂降一个，两个刚刚好。OK， 爬上去。快，还剩一分两二十秒。啊，这里这里到了，得了。OK， 然后呢？设定天线哦，天线在哪里啊？天线在楼下是不是？哎、欸，还蛮近的嘛，应该不会太难吧？弄完这个就可以了吧？得了，哇，四万了！我再解一个任务，应该就升等了。接下来我再解这个任务，解完就做个结束吧。哎、欸，等一下，点不到，拉近一点，再拉近一点。哎、欸，为什么拉近点不到？哦，点到了，点到了。Just got a call on the landline. A landline. Can you believe it? Oh no, that in all this.哇，这边好多敌人哦！我先解决这些敌人算了，太多了。哎，蓝装哎。等一下，我好像一直被攻击。哎，这边啊，补血补血。哇哦哦哦哦！两边夹击，好多只哦！这边、哦、还有精英敌人，等一下还有精英敌人，有点痛。等一下、哦，等一下、哦。哎、欸，我要死了，我要死了！补血，补血！哎、欸，我不是有按到补血吗？奇怪，好吧，重生，重生。真是的，我刚有按到补血，结果他不补哎、欸，还是说我刚刚补过了，他还没有冷却？算了，没关系啦，至少死亡不会喷经验吧，我记得。那怎么会那么多敌人啊？是旁边的那个遭遇任务的关系吗？我猜应该是哦，刚刚那个遭遇任务是就是好像有军人被攻击了，所以这算是个惩罚嘛，我不去帮军人，然后那些敌人就来打我这样。嗯，好啦，等他吧。啊，如果等一下哦，我在这里哦。子弹应该是还够啦，就不拿了。然后我们再前往那个任务区吧。如果途中再遇到那些敌人，就把他顺道打死啦。啊，如果没遇到就算了，就不回去了。其实觉得没有必要再去打，反正是比较浪费时间了。赶快赶过去吧，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录33分钟了，有点久。啊，影片要拖到40几分钟、50几分钟、一个小时左右。其实我蛮不喜欢把我的影片拖太长啦，但是有时候没办法，东西太多了，要拍的东西太多了。我是可以分很多影片拍啦，但是感觉这样有点不太负责任，感觉太短啦、啊、其实我怕你们就是不够看，这样觉得太少了，会想看久一点。啊，我有时候就会把它拍比较多一点这样。啊，如果你觉得太长啊，还请见谅，你可以分两次看啦、啊。还请见谅，毕竟我没办法做到每一个人都满意啦，
所以我只能就是做到尽量大多数人都满意的情况，这样好不好？所以还请见谅啊，只能还是这句话，请见谅。那如果太过头的要求我的话，我反而会生气啦。那如果你们能理解的话，那就还 OK 啦。欸，嗨，你好，是啦，没事攻击我干嘛？我又没有攻击你，奇怪。快到了，快到了，四万经验等着我，四万经验，快，四万经验给我吧，我要四万经验啊！快到了，欸，是在房子里吗？欸，好像真的是欸，我走进去看一下，他们是要正准备攻进去是不是？我一直咬舌头。哦，那他们要攻进去了，确保安全。哪里啊？啊，前面，哇，好多敌人哦！拿狙击枪好了。哦，好痛啊！原来是散弹枪。狙击手。哎，好痛啊！哇，真超痛的。来，我们要准一点。有了，有了，死了，狙击手死了，换步枪好了。哎，欸，不要推我啊！这个军人是怎么样啊？好，死了。OK， 前进。好，没关系。哎呦，好像又有大量敌人出现，手榴弹丢过去好了。Yes， 一次杀好几只。还有右边的，死了，翻过去吧。OK，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进入场景之前都觉得里面的场景好暗哦。看到有点夸张。耶，yeah ，解完了，22等了，还多出一些经验。要是你到处救人，我的饭碗就没了。蛮幽默的，这里面有些角色还蛮幽默的。好啦，那我们先回基地吧。已经22等了，那下一集就是去打那个主线任务啦。啊，如果私底下我有空再多解这边的支线任务，因为我觉得经验蛮多的，一个四万欸，四万的话你想想看，我刚刚那个经验总共要20万嘛，对不对？对吧？那20万除以四，二十除以四啦，五嘛，所以我只要解5次这种任务啊，我就可以升等，还蛮简单，还蛮快的嘛。其实我觉得他这个支线任务做得很棒。就是因为有时候啊，像传统的 RPG 游戏，你在解一个任务之前，你就是要一直去刷怪、刷怪、刷刷刷刷刷，就会很闷呐。对，而且那些都没有任务的，就是随便找怪刷，等于说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哎，这只是纯粹刷怪。可是它这个是支线任务，还有遭遇任务，至少有个剧情可以让你看看、走走看看这样，然后顺便杀个怪这样，你就会觉得，哎，至少有一点新鲜感嘛。像以前。像风之谷啦，我以前很久以前大概国中还国小的时候有玩过风之谷，那时候啊我大概玩到我记得是20等吧，然后那时候卡一个任务，好像是一个弓箭手村一个博士要收集什么咕咕宝贝还是什么东东的，我忘记了，是类似咕咕宝贝的一个怪物的掉落物，然后因为他等级太高我一直打不过，所以我只好一直在弓箭手村附近刷咕咕宝贝或是绿咕咕之类的，那是以前的啦，那时候风之谷还没有大改版，那时候还没有皇家骑士啊，也没有什么拉里拉扎，只有4种职业。那时候只有4种职业，所以比较，而且等级比较难练。那时候我们坐那个天空之城，坐那个船去天空之城啊，遇到地狱巴洛谷都是一击毙命的。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是怎么样啊？对啊，可是你们现在比较简单的啦。游戏有时候就是会越改越简单，可能是为了一些。玩家的需求吧，因为有时候有一些玩家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刷怪吧，我在猜。手套，哎，
手套越来越高嘞，防御力。包包嘞？这个包包感觉好差哦，算了，分解掉。这边我看一下108，哎，108 56拆掉啦，然后拿去卖好了，有一些拿去卖。比如说这个可以拿去卖，我先把它标记为垃圾好了，那么快一点。然后这边79的拿去卖，43的、55的、66的、70的，哎，70的要卖吗？70不要好了。OK， 好吧，按错了。那我可以获得多少钱？12000变多少？13000欸，还不错。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刚赚到的那些那个对，设计图，哇，要23等欸。然后这要22等，材料都不太够。这个是狙击步枪，这个是手枪，这个是散弹枪，这个是轻机枪，好像都不需要。然后这个冲锋，好 ，OK， 我回来了，好，继续吧。我看一下啊、这边制作物品的部分，这边背包22等也不能做，其他也不能做。算了，这个下次再说了啦，嘿，因为这影片过长了。好啦，那我们这一集的实况就差不多到这里咯。如果喜欢影片，欢迎一个喜欢或是订阅。那如果兴趣的朋友们，欢迎到失联君娜的粉丝样赞，或是看下其他团的有趣实况。那如果你对我的影片很有兴趣，想支持我一下的话，欢迎帮我影片中可略过的广告不要略过啦，就可以免费赞助哦。那我们这一集的实况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一集的实况再见咯，大家拜拜。天空突然下起雨，我奔跑跌倒，就像电视偶像剧。失败，我没有勇气转身离去，但是我没有思绪。突然一个声音把我偷偷敲醒，快点醒来，梦想继续。我爱你，谢谢你把我痛苦带离去，你就是我救星，不可以再离去。天空下雨，我有你挡雨，轻声细语，我有你相信永不分离，你就是最亮那颗星，永远不离去。天空突然下起雨，我奔跑跌倒，就像电视偶像剧。失败，我没有勇气转身离去，但是我没有思绪。突然一个声音把我偷偷敲醒，快点醒来，梦想继续。我爱你，谢谢你把我痛苦带离去，你就是我救星，不可以再离去。天空下雨，我有你挡雨，轻声细语，我有你相信永不分离，你就是最亮那颗星。我爱你，谢谢你把我痛苦带离去，你就是我救星，不可以再离去。天空下雨，我有你挡雨，轻声细语，我有你相信永不分离，你就是最亮那颗星。我爱你，谢谢你把我痛苦带离去，你就是我救星，不可以再离去。天空下雨，我有你挡雨，轻声细语，我有你相信永不分离，你就是最亮那颗星，我的内心。